是啊，哎呦，你看看，老桂琪，你和徐书记是一家的。我和老徐是同期的病，那人好啊。你看，你看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一激动就咳嗽了，不是？哎，咱还不进去呢？他们倒也挺好的，咱们进去行吗？走走走，进来。大爷。爷。 老四媳妇，请进吧。来了。哎呀，你们家来人了，我先回我那屋去啊。大姐，别客气，我们不是外人，我们是亲家。不了不了，你们唠吧啊。你坐，你们坐，快坐着。不行，坐不下，村人事儿多。大爷。 那老太太谁呀？跟你还挺近乎的。后席集团徐书记的老伴儿，这人挺好的，没事儿就过来帮我忙这忙那的。<笑>你说这大秦跟子孝啊，俩一个也不来，这叫啥事儿啊？我听子孝说，这回你当村主任了，有好多事儿都等他回去拿主意呢。还说要开什么会议呀、啊？你别听他忽悠了。 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儿。哎呀，大爷呀，你看我们家虎蛋淘气，给您老给烧伤了，这实在是对不起。这我先张罗了2000块钱，你先拿着，剩下的呀，我再慢慢张罗着，你就先把身体养好了就成啊。可别的，老四媳妇，别，你这，哎呀，你们家虎蛋还是个小孩子，他知道个什么呀？再说也不是故意的。 这钱你快拿回去，拿回去，拿回去。不是故意的也不行，这是责任的事儿。你说我们家虎蛋给您老给烧伤了，我能不管吗？我能不负责任吗？再说了，这一下子拿了5000块钱，谁家也受不了，拿着吧啊！哎呀，你看这乡里乡亲的都是一家人嘛，你这这……亲家，你就把钱收下吧，我回去把子孝给你叫来。哎，亲家母啊，现如今你当村主任了，事儿多，可别来来回回的跑了。 我挺好的，啊，你真没事啊？挺好的，啥事都没了。你看，那行，那咱回去吧。老唐，哎，你去把会议室门开开，把那个广播喇叭开开。啥事儿啊？那啥事儿我还得跟你汇报汇报啊？不是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我行，赶紧去开去吧。我下午要召开一个村民代表大会，投票表决一下咱们建水上乐园的问题。 那啥，黄主委恐怕这事不行吧？又咋的了？那个马主任上乡上看老耿太太去了，怕回不来呀。你不会给他打个电话让他赶回来啊？我可告诉你啊，只要他不到场，就算自动弃权，表决的票数超过一半，咱们就算通过。那行，我先给你开去啊。哎呀，全体村民代表请注意。 全体村民代表注意了啊！下午1点到村委会会议室讨论咱们村里边建水上乐园的事儿啊！希望大伙儿都准时参加。没听清楚的注意，下午1点到村委会会议室表决村里建水上乐园的事情。哎呀妈呀，这好事儿啊！这好事儿，水上建立宾馆啊，以后住的游客就多，咱们老百姓赚的钱就多。好事儿，我同意。 同意以啥用啊？你又不是村代表。呀，那里有我一票啊。这又不是选村干部。哎，你家那口子是村代表咋的？哎呀，我们家那口子可是村代表。哎呀，回家我得让他投一票。兴许啊，这个水上宾馆要是成立了，咱还能够工作干呢。哎呀，你们家那口子能听你的？哎呀，那不是吹呀！我呀，让他往东，他不往西；我让他打狗，他不敢撵鸡。 我指哪他得打哪儿，你看这憋搁这显能的了。哎呀，回去这不是削你呢？借他俩咋说都不干。跟你说，这水上建立宾馆是好事吧？嗯，是。可那马连这硬不同意啊。咋的呢？昨天开会呀，给我二大伯气的脸都发青啊。你说他一个老娘们家家知道啥呀？趁早让给你二大伯干得了。我看这事儿，黄书记，我能念，让黄书记干行。我看这事儿行。是啊，那我看这事儿行。哎，你家老四媳妇和老郭头那事儿咋弄了？ 哎呀，还没定呢，咱们就等着看热闹吧啊！哎呀，你瞅他家那乱糟糟事儿的事儿，忙活的不像样，还有功夫还管这事儿呢？不好整，这事不好整，这事不好整，不好整。
马主任，马主任，哎，你好。啊，唐会计啊，你说。我有两件重要事情要跟你汇报。第一件呢，就是十分钟之前呢。我看一下啊，对，准确说是现在11分钟之前吧。咱们黄书记用广播喇叭向全体村民代表通知，说下午1点呢，在咱们村委会开会，表决关于村上建水上乐园的问题。这是第一件。第二件事啊，他让我通知你参加这个会。他说了，就说你回不回来，这会也得开。你最好得回来呀，这是重要。要不一旦是表决通过了，这有法律效力。第三件呢？你不说就两件事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啊，没了。哎，就这两件，就两件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不过又出啥事了呀？走，回村。黄书记，到点了。清点人数。黄书记，湖西村共计代表是35人，英道代表35人，石道代表34人，马连代表缺席。英道代表超过代表总数的一半，可以投票。那行，咱们时间到了就不等了啊。关于湖西村建水上乐园一事，投票表决现在开始。你同意的就在这纸上画个勾，啊，不同意的你就画个叉，咱们简单点。你认为建不建都行的，你就空白，表示你弃权啊。来，现在开始吧。都投的是赞同票还是反对票啊？赞同票，都是赞同票啊。赞同票。哎呀，黄书记，嗯，咱们投票选举那个结果怎么样了？这不正统计呢吗？马上就出来了。听说那个投票表决什么？建设水上乐园的事儿，我听说了，这整一下午了，连个结果还没有呢。哎，我看马主任最反对这件事儿。我还听说呀，马主任坚持建敬老院和幼儿园呢。是，我也听说了。这不来了吗？两位领导，各位代表，湖西村关于筹建水上乐园投票表决结果如下：赞成票17票，反对票17票，弃权票1票。
整个平手啊？嗯，正好一半一半。不，你整准了吗你？那能整不准吗？一共就35个人，我们仨查了好几遍，能不准吗？准的。金贵儿，我回去了。哎，你看，马主任出来了。马主任，马主任，马主任，哎，马主任，这马主任一出来啊，这准黄了。有点意思啊。刚才不都投的赞同票吗？啊，都投的赞同票吗？那咋整的呢？那谁投的反对票啊？我投的反对票。你投的反对票？对。为啥？建水上乐园有那么多钱吗？你咋知道我没那么多钱呢？我可以贷款呢。你贷款能还得上吗？你咋知道我还不上呢？啊，不，我建那么大个水上乐园，我全是配套的，我餐饮、住宿、娱乐，你咋知道我不挣钱呢？我挣钱我不就还上了吗？反正是不同意，不同意。你也就是受穷的脑袋。不，那不对啊，不17票对17票吗？那16票谁投的？我是投了赞成的。不是赞成票，不是我是赞成的。我是投的。不出轨了啊？扒拉什么扒拉？都受穷去吧，这都。李凡，三百。回来了啊？啊。选举结果咋样？选了个平处。平？啊。爸。咋回？妈。哎妈，咋的？我听说这回整了个17比17啊。嗯呐。你看这事闹的，你把我叫去啊，我投你一票，那肯定是17比18了。我在家还等着你召集我开会呢。子孝，你不来我还要找你呢。你当儿子的，咋能把你爹一个人的医院不管啊？你不怕人笑？哎呀妈呀，我这不是替你考虑吗？你看啊，你这刚一上任，身边又没一个得力的左膀右臂，是吧？工作上是千头万绪啊。不管咋的，咱这也是3000多人的大村啊。行了行了，我这不用你管，快照你爹去吧。子孝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跟大秦俩人总得有一个人在医院呢。你把老头一个人扔在那儿，那算怎么回事啊？是是，我马上去，马上去啊。哎，对了妈，以后村上有啥事你说一声啊。我绝对跟你是一条心的，咱们的关系好比是军民团结紧紧的，是看天下能怎么地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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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知道了，我去了啊。啊，对了妈，有事你说啊，必须说啊。快走吧。必须的。真服了你。老郭。是金贵啊，找我有事儿吗？那屋里去呗。我不进去了，老姑父。啊，我跟老姑说几句话就走。啊，那你们说，我给你们沏茶去啊。坐吧。老姑。我想心平气和的，好好的跟你唠唠。咱们俩，你有啥说啥，不用藏着掖着。那行。老姑，你说句心里话，你说我要建这个水上乐园，是不是为了我金贵自己？是不是我想在这里边捞点啥？金贵，我了解你，你绝对不是那种人。那好。你既然相信我不是为了我自己，那就肯定你也相信我是为了咱们村里人的利益。对不对？那你应该支持我呀，金贵儿。我不是不支持你，可眼下工作吧。你听我说完，老公。我并不反对你要建敬老院，要建幼儿园，包括你前一段时间提出要上医保。我甚至有时候我都后悔，为什么我当主任的时候没把这些工作都落实好。问题是现在咱们手头资金有限呢，咱得把这点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，用到发展咱们村的经济上。说白了就是你得挣钱呢，咱得发展旅游业，得把这水上乐园建起来啊，
咱得用钱再挣钱，不是吗？你的意思我明白，可我认为应该把这些钱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上，发展经济应该一步一个脚印儿，不能一口气吃个胖子。不是，这怎么能叫一口气吃个胖子呢？这个项目非常好，也很适合咱们村的发展，我都考虑得很成熟了。你考虑的是挺好，可咱们村啊，眼下最大的问题是农民工的老人和儿童，他们的问题啊，一旦出事儿，肯定是大事儿，到时候你我都负不起这个责任呢。那你的意思就是我说出大天了，你也不能同意呗？金贵啊，村民代表大会的结果你知道的，不同意的也不是我一个人。行，算我白说。哎，咋不喝水就走了？咋了？谈崩了？一个比一个气儿大，多大点事儿？这咋还不吃饭呢？都凉了。我跟你说不吃了，不吃了。磨叽啥玩意儿？你让我清静会儿不行啊？我看你呀，哼，多余上那个火。那年为了湖边那块地，你和李乡长那么别都没别过他。倒让他种上了吧，哼，这次啊，我看又悬。去去，该干啥干啥。马主任，马主任，哎呀，有什么急事儿？咋还跑着来的？跑着来，能飞我都飞来了，急事儿呗。有急事儿啊？那你简单点说。行行行，肯定简单。嗯，也就是在十分钟之前呢，那个。嗯，是，那个。哎呀，你能不能直截了当的说事儿啊？行行行行，直接说事儿，咱不说时间。这个乡卫生院的李院长给我打个电话，说是咱们村送去那个老耿太太呀，病情严重，需要转院治疗，还得要做那个什么手术呢？啊，对了，我看一下啊，我记了。哎，这儿叫那个心脏支架手术。那就去吧。去是去呀，可老耿太太身边一个亲人没有啊，我给他儿子打电话了。从深圳回来最快也得三天呢。哦，那那么的吧，让村里派两个人算公出，这救人的事儿呢，咱不能不管啊。行行行，好。哎，马主任，我还有事没说完呢。哎呦，又有啥事儿啊？这个李院长说呀，这个光这个支架手术这个押金就得好几万，这钱咋整啊？谭会计，通过老郭头和老耿太太住院的事儿，咱们看出来合作医疗的重要性了吧？所以咱们村啊，得马上办理合作医疗。你先办这个押金的事儿，办好了以后呢，去趟县里，找管合作医疗的人，跟人家好好问问，究竟怎么个办法，要点材料回来，跟咱们村好好的宣传宣传。行行行行，哎，不过那个眼下这笔押金怎么办？谁负责呀？你给他儿子挂个电话呀，他儿子如果同意，就先从村上借。从村上借啊？他使啥还呢？他们家大瓦房啊，值个十万八万的，没事儿。啊、对对，行行行，那我现在给他挂电话啊。哎，电话，没接，找我就说没在。喂，金贵说他没在家。李哥呀，啊，你等会儿。李哥，我这正闹心呢，我现在是又憋气又窝火呀。你说这么好个项目，我咋就说服不了他们呢？这好多人就不支持不理解。我先整个投票表决吧，还整个十七票对十七票。我先主动找马良谈谈吧。哎，你就道理讲了一大堆，你就说出大天来，他也不同意。我看呢，现在只有你们乡政府表态了。如果乡里边领导都同意的话，我还能继续往下干。我说金贵啊，你记住了，反正这个事儿你是为了村上的老百姓，啊，那这没错吧？是，现在也就是马良，
你这么的吧，李哥，你看你能不能以乡政府的名义找他谈谈呢，说服他一下。行，哪天我跟陈书记唠唠。不，那你可得抓点紧呢，李哥，这个现在可是最好的办法了。你看，只要利民不反对，咱们就可以准备动工啊。哎，李哥，那投资商那边你就该咋定咋定了，完了我就听你信儿。哎，是马主任吗？啊，我现在就在这大门口呢。啊，我这来早了，这午休还没上班呢。唐会计，那你吃饭咋办呢？啊，这个你不用惦记，我兜里带着呢。那好了，一会儿啥情况我再跟你说啊。那好了好了，哎。饿了，这嘴是没吃饭呢。看他这种打扮呢，准是来上访。寻思给你妈做条鱼吃。哎，大秦啊，那房收拾咋样了？一两天就完工了。哦，我这不得给人工钱吗？啊，我寻思我来问问我妈，包赔我家损失的钱啥时候给我呀？这事别整黄了。咋会黄呢？我听你妈叨咕，让唐会计算算，总共啊那损失多少钱？别着急啊。嗯。哎，对了，那子孝去医院了吗？让我给撵走了，咋了？你说他心多大哈，把我家老爷子交给一个不认识的老太太照顾，你说这让人外人知道，不得笑话我俩？哼哼，我听你妈说，那老太太对你老公挺不错的。哎，依我看，干脆给你老公找一老伴儿，你省多少心呢？可得了吧，爸。咋了？他都70了，走道都直哆嗦，谁嫁给他呀？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肯定不行。咋不行啊？这事交我了，多大点事儿？哎，对了对了，拨这鱼啊，给你老公，给你老公送医院去啊。嗯，那去吧，走吧走吧。那我妈有吃的吗？有，咱捞啊，去吧啊。爸啊，等我妈回来，你问问她赔我钱的事儿啊。行，放心吧啊，走走走。李乡长，哎呦，马主任呐，这不呼吸村的马主任吗？你好，我找陈书记。哦，他没在，你来来，在我这坐一会儿，快快坐坐坐。嗯。哎呀，来来来来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哎呦我妈呀！怎么样啊？你们这新班子上任，公司开展如何呀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场大火呀，烧得我是焦头烂额呀。你说吧，这合作医疗的事儿冒出来了，农民工留守的儿童问题也冒出来了，这些事儿不解决不行啊。你记住了，你这当主任的工作是千头万绪啊，可我们得学会抓关键问题呀。关键问题？啥是关键问题啊？关键问题就是发展经济，这才是压倒一切的硬根。你比如说，研究如何给村民增加收入，如何改变旅游设施。你比如，你们村里提出要建水上乐园，这个项目就很好嘛，想法新颖、大胆，是个好项目，你应该大力支持。当然了，这对你也是业绩嘛，对不对？建水上乐园的事儿啊，我不是不同意，可是我觉得吧，我们村那点资金呢，应该用在建敬老院上和幼儿园上。这才是当务之急呀！不，我觉得当务之急应该建水上乐园。水上乐园建好了，赚了钱，回头再建敬老院、幼儿园也不迟吗？怎么也不迟呢？
现在问题成堆了，一个接着一个，不解决呀，可就要出大事了。嗨，马主任呐，我在乡里干了20多年，啥我能不知道？能出什么大事儿啊？我觉得，你们不建水上乐园，这才叫出大事儿。第一，影响你们试点村的形象；二，减少农民的收入。你衡量一下，哪头大哪头小，对不对？要我看呐，眼下农民工遗留的老人和孩子问题才是最大的事情。马莲同志啊，我这么反复的跟你讲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啊，发展经济是我们党所有干部的首要任务，首要你懂不懂？陈书记开会说了，发展经济关注民生，两手都要抓，两手都要硬，这话没错吧？哎，我说你。我说你这个人简直是太固执了，我说你真是顽固不化了，我就顽固不化了。你简直是，那就这么定了啊！哎，你那弄什么呢，老谭？哎呀，哎，黄书记，我刚从县里回来。什么材料？这是那个合作医疗的宣传单，刚才马主任说让这个全村到处贴一贴。贴吧，村民上上合作医疗就能致富了。贴吧。那不是黄叔，那你的意思是吧？贴不贴？啥贴不贴？不他让贴的吗？贴。那行，那我贴去了啊。虎子，找几个人帮我贴点东西，快点啊！哎呀，我接着就看着了啊！哎，你说新乡农村合作医疗啊，让我看一看，怎么回事啊？贴啥玩意儿？合作医疗，哎，合作医疗啊！哎，对对，来我看看，没啥大用。哎，就是这个，我跟你说啊，就跟那个城里的保险公司似的吧，你花钱保的时候，那家伙说的天花乱坠似的，等你真有病住院了吧，哎。不是这药报不了了，就是钱整不上了。不是上这儿签字，上那盖章，那要点钱老费劲了。信我话，千万别保。老韩，你说对，咱保这玩意儿干啥？咱们有病，一年吃药也花不上10块钱。我是不保啊，谁也保谁保。哎，徐四儿，哎，你跟人黄老三呢，能比吗？人家哥是书记，哎，说人有钱，人家拔根汗毛比咱腰都粗。哎，人家有病有灾啥的，拿出俩子儿，哎，就解决问题了。哎哎，你行啊你啊！是啊，老三有好心，可我徐四儿就身体好啊，那我就不得病啊，我就气死那个医院大夫和护士。行行行，听听听你们几个乐的什么玩意儿啊？你们什么意思都是？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咱们全县都在搞这合作医疗，这玩意儿对农民有好处。咱们别的不说，咱们跟前没有吗？就拿咱们屯子老郭头住院，老耿太太有病。差啥自己花那么多钱，不就差这个没有合作医疗吗？有合作医疗自己得少花多少的呀，对不对？是这么回事。那谁老郭头5000块钱押金交到那儿了，前天我又给老耿太太送去3000，那不都交医院了吗？你们明不明白呀？在这瞎议论拉倒吧你啊，你们这就是吃人家饭就得替人家干活。哎，我说唐会计，你保一个合作医疗给你多少回扣啊？你什么话？你这是什么回扣啊？我挣共产党的钱，我就替老百姓服务，什么回扣？别瞎说了，你们有后悔那天，回家好好注意身体啊！保证不保？别别别了，再别说了，我请了。咱们来说两个亿，快点！老头子，老头子。嗯，来了来了，
那滑什么门呢？我换件衣服不行啊？换衣服就出门？哎，对了，你找李县长结果咋样？能咋样？哎，我们俩吵吵起来了。不是我说你，你俩咋一见面就吵吵呢？他处处向着黄金贵儿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李乡长跟黄金贵儿，那人家俩贼铁。他是刚，我也不怕。你再说了，陈书记都说我的想法对。陈书记可是黄金贵儿的亲小舅子。陈书记不是那种人，他主持公道。我知道陈书记一直支持你。那是。哎，老头子，啊，你来。干啥？你来呀。啥事儿啊？在外边还不能说呀？我给你买了一个手机，还充了100块钱的电话费。啊？好好，二手的，还管他几手呢？能使就行。哎呀，你说现在这科学发展的啊，就这么个小玩意儿，手一摁就能跟山南海北的人随便唠嗑。是，这也不对，我早想养这么一个，可我不会使啊。我教你。你说按哪儿？现在不能用，要充电。啊，还充电呢？那是，那得充多半天呢。别着急。哟，大琴呐。哎，唐会计。干啥呢？是想参加这个合作医疗保险呢？对呀，这事是我妈张罗的，我能不支持吗？我家四口人全保了。哎呀，那可太好了。大琴呐，你是咱们村上第一个参加合作医疗的，我先谢谢你啊。这么客气。哎，那个身份证和照片带了吗？身份证我带了，还要照片啊？那当然得要了，要不然你说别人拿你证看病那咋整啊？而且还不少呢，一人得四张照片啊。一个人四张？对呀。哎，唐会计啊，这么的呗，我以前不照过相吗？嗯。为了方便大伙，我在我家开个临时照相馆。城里呢，四张收10块钱，我收一半，5块，行不行？哎呀，你别说，这事还真周呢。你看，这起码第一呢是方便了群众，让他们省了车马费。第二呢，他们又少花了一半钱，这事儿还行。那就这么地吧。行。哎，不过大秦，我先跟你说啊，你得好好给人照着啊，加点戏，你别那个都呲牙咧嘴，像通缉犯那就不好了啊。放心吧，唐会计，我照相又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哎，唐会计啊，这么的吧哈，我求你个事儿，一会儿呢，你拿个纸，给我写一个，就写个纸张这儿，告诉大伙需要照相的都上我那儿去，千万写着价格优惠一半啊。行，唐会计，等子孝回来，我让他请你喝酒啊。喝什么酒啊？这不是好事吗？你呀就好好照着啊，照好了我请你喝酒。行，一会儿你们都去照相去啊！那我能照着吗？行，你能照着。回去宣传宣传啊！照相去找他，报名去找我啊！哎，报名去，报名，传总。你知道我用什么给你打的？手机。不是，大秦他妈给买的。行行行，这没啥事，我撂了啊。哎呀，这小玩意儿真厉害。哎，没事儿，别总瞎打。那玩意儿得花钱，懂不懂啊？打电话花钱我还不懂，你以为我250了？不是不让你打，在家用家里的电话打，出门才用手机呢。知道知道，在家用不动的打，出去用移动的打，多大点事儿我还不懂。马月华啊，马月华！哎呀，马月华！哎呀，唐会来了！哟，他老四回来了啊！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哎呀，那个什么工头啊，欠你的钱给了没有啊？没呢，他说那个跟甲方结账完了以后给我。啊！哎，唐会呀，你那手拿啥玩意儿啊？你自个儿看看吧。什么？10000多块钱？啥呀？你看，村里让咱赔12000，这干啥呀？我告诉你，唐会计，你别拿我黄老四好欺负，行不？啊，我就不给，愿意咋地咋地。哎呀，你看你有钱没钱的嘛，你跟我吵吵喊没用，我只不过就是个跑腿学舌送信儿的，是吧？这是村委会的决定，你不服可以找村上去啊。
唐会计，这开会的时候，我老姑参加没参加吧？你说你这话说的不笑话吗？你老姑是村委会主任，她不参加研究啥呀？行，我找我老姑去。对，找老姑去。走走走，不信这事儿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你找老姑就像别人。老姑，这事儿你办理的不高。不高，就是不高，像着别人不像着你侄子，咋的呀？你看，你看。黄老四和马艳华来闹事儿来了，看见没有？这黄老四和马艳华闹事儿来了。闹什么事儿啊？你出来！老郭，出来！老四啊，啥时候回来的？啊，刚回来。啊，进屋说吧。不了，老郭，就在这说吧。我知道你们俩会来找我，有啥话说吧。老顾，我白跟你好一回了啊，这到头来，你还是向着你姑娘。不像你侄女啊，包赔的事儿你们不是同意了吗？咋了？我又向着谁了？是，我们俩同意拿那5000块钱。老姑啊，那不是为了支持你的工作吗？啊，你说他修房子，谁知道他花多少钱呢？啊，他一张嘴就跟我要12000，我能服吗？我不服。那12000是村上核算过的，就怕你们两家以后闹啥事儿，村上已经定了。老姑，你说我马艳华一直拿你当我亲妈一样，那年包地，我为了你啥都喝出去了，我帮着你跟他们干。你说为了你，我在村里得罪了那么一大帮的人。你说今天这事儿，你咋就不向着我，向着大秦呢？我说心里我委屈我。你看你说这些乱码七糟干啥？哎，这咋还哭上了呢？那多大点事儿啊？那有话不会好好说啊？行行，老姑老姑吧。这事儿今天我们不是冲你们来的，既然村里这么决定了，哎，我是不服的。艳华，咱俩上县法院，县里不行，我上省里。对，他欺负我不行，走。哎哎，老顾的话你也不听了？我们上法院，跟你没关系，走。你，艳华，你给我站住！老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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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心点吗？哎，老郭，你咋了？老郭，快快快，在炕边上药去。老郭，就在炕边上。怎么？老郭，大心点吗？醒一醒啊！醒一醒。来，头稍微歪一点啊。嗯，好嘞。您起来吧。哎，大秦。哎，哥哥。唐会说办合作医疗证在你这照相。对呀，咋的？你也想通了？是啊，你看我身体这么壮，三天两头就有病，总也离不开药。我信这合作医疗，照相多少钱呢？哎呀，我这便宜，城里的照相馆收10块，我这咱乡里乡亲的就收5块钱。哎呀，那你这也太好了，在哪照啊？你就坐那儿就行了，就坐这儿啊。来啊，抬抬头，太低了。哎呦，太高了。笑点，笑太大，牙都露出来了，不行，稍微闭点去。嗯，好嘞，看这儿啊。来，给你钱，大秦。哎，来，谢谢你啊，走了。不客气啊。老姑，老姑，老姑，大秦他妈，老姑，老姑，大秦他妈，老姑，你睁开眼，你看，老姑。老姑，大秦他妈。老姑，你没事吧？老姑，哎呀，哎呀，那赔钱的事儿啊，是我定的，我是村主任呢。你们俩要个法想想，要是你们家的房子被人烧了，你们家老人被人烧伤了，人家不赔，你们让吗？这事儿就到法庭里，也得这么判。哎呀，我这嘴吃药咋这么苦啊？那快点回来碗糖水吧。我去，不去，不用，我这就弄去啊。消消气儿啊，消消气儿。我这就去啊。我知道你们俩没有钱。这8000块钱你们留着，啊，千万别跟别人说，啊。
二嫂，终于运回来了。